莫名其妙啊，当然是莫名其妙。不能骂脏话。生气了，生气。我非常了解我兄弟的为人是怎么样，所以我自己知道就好。我相信司法会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。像我现在就是尽量就是手就是插胸嘛，放前面这样。所以现在手会插口袋。手插口袋帮我带回来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他如果说，哎，可不可以搂着拍，勾着拍，我就是在不方便，就没办法这样子，对吧？你现在会拒绝了？不会。莫名其妙啊，当然是莫名其妙。不能骂脏话。生气了，生气。我非常了解我兄弟的为人是怎么样子，所以我自己知道就好。我相信司法会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。刚开始一定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吧，对啊，然后觉得。但其实就是真的刚好就是我们这阵子工作很紧，所以你真的也没时间想那些，你就让公司去处理该怎么样怎么样嘛。像我现在就是尽量就是手就是插胸嘛，放前面这样子。所以现在手插口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他如果说哎可不可以搂着拍勾着拍，我就是在不方便，就没办法这样子，对吧？你现在会拒绝？会啊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，其实你其实做人。你做人坦荡荡，你本来很多行为是很单纯的，然后很潇洒的，又很自在的，就是你就是单纯去修乐嘛。你谢谢你喜欢我，我也谢谢你想要拥抱，想要，那本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，就是甚至是一个很温馨的事情嘛，对吧？那我觉得，当然就是很可惜，就是会有一些人去把它弄成那样，所以我就觉得，那是问你，你老婆会不会让你跟歌迷保持？他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啊。我觉得他觉得这是对的事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